心有几啊这点灵气啊。现在咱就顺着无性这条清界的心意啊，这是咱慧能出定个人的心气啊，走出着咱灵魂的本意，将着天元这个知识，咱寄入来身体这个圣意啊，无形的天界，只有清咱的心入来啊，这是咱的先天灵性接受灵魂。伊的天界，正中出现无异，清净归落现世灵，转咱静入心啊，是咱稳定一世人，穿入着现世，咱的去通心，掠定这个天理啊。对着现世界，咱的精神啊，归元体，灵魂伊的灵性，归到现代，我这个心会清净啦。灵只有讲天意，恢复咱在世心啊，顺着天神啊，这是元天的本意。脑海中咱的灵性啊，出现实在色心，咱定落来即尊心灵啊，是元天的本意，在世出现咱的灵啊，倒转来复元性啊，拢是清这个天理。化为原体，根本啊，这条本心，真元天意上天来，落定正天顺灵气，无形安住实体性啊，这点就顺家的心意，将着通灵的天界。无你嘛陷入顺心啦，尽管这个天性，归咱陷入有清啦。我无啊，这条灵性，再来讲陷入有净啦，是咱顺着先天的灵气，做咱这条。清明的天神啊，灵魂归落来，清净显开啊，多化一条正理啊，开咱心门灵机啦，真愿显露是天意，无让啊带咱清界的心啊。顺着清体咱的灵源，呼伫真理心安静啦。这是清楚这条灵性，直通现代咱的心明，灵魂有这条清界，咱爱顺之来自然啦、啊。再说。一天理，稳定这世人的正气啦。我有无啊？这个灵性，回荡脑海，这尊心灵啊，这是照着先天。咱有一点元灵，这个本性啊，清界啊，这尊心。无形相貌，爱予咱以正法正理
传话啊，这是直通咱个人的心意，修正通灵啊，这个本领啊，拢是现世界的天理。咱要定清净的正心啊，灵源本意的清净，回国通天即心，这是元天元灵，回国正团咱的心意，灵伊的天界，现伫清楚自在。我有这条先天的灵气，再来讲清体咱的心。这是无形的天性，咱爱顺着清体的本性，灵魂有这天性，爱咱恢复顺天灵，这是清净的天界，恢复清楚心来啊，是咱这个灵性，取到现代的本性，咱有这么稳的灵气，再来顺着通灵的心性啊，是以正法这条灵性，请用啊，咱的本领，顺着现在这个天理。咱只有增加先天咱即马的灵性啦，这是现主时的心，集团咱落界整理，虚空界咱的心整出来的能力啦，这就是咱咧讲的原料。阿母啊，互咱即马这个愿意。我有清净这个脑神，铺咱这条元天元灵做主，无形的天界，只有显露清楚的脑袋。今天我只有讲天理，做我在世间心啊，归咱现主席的发下，这个原点。原性有咱这条清净的天性，咱再来恢复正觉的通灵。你有一点正天的灵气，请用这条元的本性，以咱清觉元素这个天灵，真元正理拢是天意。传到灵家会庙，最主啊是咱的心情，灵魂有咱的天界，转到清净顺心，灵有无的天啊，咱才有这么顺意啦。尽管天地是灵气。恢复做主是天愿，无形上只有讲天命，爱咱有稳这条心，显露是上法界，真理是正神采呀。我有见到母娘这个天性，再来显露有稳的天性是元素这条灵魂，阿母啊爱咱的孙，这是咱清楚的灵源。母啊有这么温故的心意啦，是咱清净一条灵源。阿母啊来转顺天心，依咱回报一条灵气，
咱来顺家落心理啊！啊，这是清楚的天。母啊来讲，稳固的心，是以清净回母性。咱爱有顺家安定，灵魂有这条灵气，咱爱直通。我即马证会出来，这个元能，这个力量，今日我爱是家己会当做主，我的自信，这个光会当看路，这就是咱通灵，这个脑神的电波，伊映出来，这个原形原性啊，是咱上界经阿婆啊。这条灵性写出着咱的稳定，亲像母啊，这个元气来讲着兑现咱即马这个心伊的心意啦，传到清净这个天元，爱我洗净啊，无形这条元形，这是咱将着清界这个无。该转伫咱即马这个心，会当顺着这条灵性，世间咧讲的话语，传入着咱个人的信息，到着灵源回母性，直转通灵再适应。这体是咱的灵性，看现呐。是个人的心情，传咱有无这点气，进入着个人的灵性。我以清界现世心，转咱归母定灵，这是照体的灵气，掠定在世心性。我以清界无形的本意，再来讲照着通灵，咱个人的心情，天元这个灵气，是咱清净顺天，阿婆啊有这条正觉正天心，这是清净的法界。念做火啊，咱的天意，徛正天空，咱的本源神，这是清楚这点灵性，化为原体，根本啊出现，是咱照天呀、这个灵性，个人传达，咱的脑神图啊。顺着天元这个灵气，我都看咱的神的圣意啦。只有照着母娘啊，这条灵性，咱恢复正法这尊神的名利名心，无形这个天界是修正现代。我有一点清的入心，才有这么稳固的天意啊！一世人，我只有用清界，今末啊，这个元神出窍出现，照着我现主是会知影这个线路，这是直通咱的天空入心啊！这个电波拢是现当当，这是在世，我有这点清楚的法界，一通我家己的心，本源的本意，这是咱最初通灵，原始有秒落定，开源转加清灵。恢复正灵，这个天意。
我以清净咱的心，归到天元的指示，咱来转过天灵的本性，这是会定，照着这个天元，使咱静落来，这条心气向咱清净这个元灵啊，无形伊的天灵，只有现我这个心安静。天元是咱的无元性，金体啊，咱的本性啊。我以灵天灵元，转着个人的心命，咱以清如家，顺着这条清体的灵性，最主是先会开，心内底咱的心意，以清如定，化开灵元有主啊，照着通灵现世，我来顺家庙宇啊，青天见了灵元时，金宝道灵来供起呀，照咱天庭落成，我来出窍清净，使咱无凭现世，哎，转咱真元见灵啊，真理无形来。挥出一点清澈心，我有本源本性，做咱这条清界的心，灵魂有无现世性，转咱归元本意啊，晴天顺来见无心，转回通灵拜天意。灵魂拢是天界，显明是咱的灵，都会正果这点气，灵源开明，先天的心归无，拢是清净家己的心，转回元天为正，这是咱清楚这点灵气，都着。真元的心性，我爱直通原形的本心，顺着这条天意，直通咱即马灵伊的顺行呐。这是咱个人入到这个虚空清净中，咱的天界呼伫原来阿母啊。伊个关心，真理是天性，拍通个人的心命，发在青天落家，洗净归母天灵，是伊正法这个天理。咱念是要清家己，依咱这个电波，复回原来。这个本性啊，是咱今嘛照着天元这个表意，参入来，咱灵也当顺着这个灵界，现咱集团阿母啊爱咱讲，咱只有回着正法正天神的原点，出现拢是原味的原神。有照天意讲，真理普上天性，甲咱以心为定，照体原始核心，转咱普先天灵，真元本意做法界，天空显化正心，天为准。是咱恢复天意，清净是咱老家，
顺着失调天元心，母牛的发射是无限的力量，无边的宽，真灵扑向天地，清出大天灵气，做着清体这条心性，拍开元素稳定，尽管一点灵气产生普灵咱的心性，天雷元素天命甲咱团灵集境中，恢复这条灵气是个人顺道回来咱的心境，化为先天这个无性心内底这条本领，是咱在世亲近阿母啊，转回咱个人的静心台，我照原体回灵，在世敬天这条使命啊，灵也可靠，只有伫咱的内境内心载落来，上苍伊的天愿是教我这世人心啊清净，归到原来这个天意，咱只有心明光，顺着真灵这个天理，咱只有拨出来咱的心气而已，这是在世咱会当亲身印证。修是咱这条心知影，这个道路，这是心境所引啊。元天的灵气，加强在世间咱的进度，入神啊，这个本领，度化限制咱的心，是咱在世间这条元神直穿啊。这才是咱的灵性，更入来啊！这才是咱的主头，到着这个天地，大啊，虚空界，咱的正神，这是出现咱的天界，浮现老母啊，正法这个神，拢是一条清楚的法界，咱个人生活。倒转来，元天有无一点气，悟出着清界无牛心，天元有落是天理，世间元天落定，无形悟出先天神，调整在世咱的心团，是咱大母咧讲的话语。嘛是咱佛会先天母牛的精子，传到清界，这个天性是单纯，咱的指令，拢是显化咱这个心理这条路，化境啊，咱一道，这是咱的本源天性，天道啊，开咱的心路。这是顺着通天无限界咱的灵，这世人咱只有用心来现，在世间我爱是真理的现开，随着正统这个无性现开，着咱的心这么清自在顶跨行永远的深远，是以天元这个灵性，咱才有满满这条清净，回到是天性，上苍啊是正面，悟出着这条灵元的灵气，这是咱母啊团的正神。顺天啊，灵魂
老照天界，咱的天灵天元伊就定落来，这就是咱的本源灵性，这个原本大天然自然所生啦，是咱要叫要对，伫咱这个电波，伫咱这个脑海，伫咱这个信息，这个能量，这个困难啦，点咱爱。是这个力大，我甲定出来这条灵性，我都看，咱叫做无形相，这则是咱的天元。阿婆啊，要来讲到照义，因为无形离袂开到有形，色不离空，空不离色，这就是咱讲的天灵。阿婆啊，是咱元素。这个心动神啊通动来，这个神啊通甲天空都通，这就是咱今嘛顺阳顺阴已经定位啦，咱才有法度找出到咱的东西，印证到咱今嘛中土中央的圣意啊，开了青天，咱的本意，记忆，咱的灵性啦，是咱一条通灵的天界，是迷中咱的真主行到转来啦。天道是天意，先天代表灵气啦，是咱主宰这条心。是咱一点灵魂的本，这是咱的元天道性，先天的清净，归到这点灵气，咱只有用上苍、上天这个精气、这个顺意，是咱落来这点灵气，太极所变的。阴阳归倒转来，咱的太阴，拢是这么单纯，内底阴阳合作分，这则是咱的运用本源本性，参伫咱的脑海为准，照着青天这个灵气，咱只有化先天，老母啊，以这个元神。动来咱这个清意，归咱现主时这个滋味，咱的清光，咱的本命星，是咱万千教主啊，点醒咱这世人落灵啊，传着咱的心这根气，会当清家己，这是咱落界天元。一粒青光，这个心嘛，在转啦，是咱这条路途，是咱的心道，是咱的心内，会当转到正天正理，恢复原貌。这是咱的灵落来凡世间，你会当照着通灵化应，修炼。咱这个灵气完成世间，咱所有讲的任务，咱才有到效法地表，升华咱虚空中挂掉的这清神啊，倒转来原来恢复这个全光，这就是咱的阳光，这就是咱的正大，咱符合着天元我这个阳神。是咱一点灵气，要打破咱凡世间这个路径，这个心内底这块，这就是咱的灵地根。咱有先天助咱的气，转回清净咱的本性啦。顺到这么稳固的天界，咱的心就会当走倒转来啦。这是咱恢复正常。一条灵气，
反常咱的灵为准啊，是咱正父会当顺着这个天元，母娘啊，这个开导，行回正元正神啊，种种的体会有够，是元天一点灵气，是咱通灵清家的心性啊。灵魂有落悔无心，直通转落清净啊！身体有落正法界，虚空有正体心愿行，真愿是天意，青天是路见，顺着无形这条天愿，我无娘顺落心。天来开到正法心，落家顺无这条怨气啦。这是清楚，搁再清明。母啊，要予咱练成咱的金体。一世人嘛，你的肉体软弱弱嘛，幼绵绵嘛，要予伊学到等下咱原来迄个金刚体。顺着这个天地，我爱是颠簸路心，有咱恢复天元的性，咱才会当顺着这尊神明。这是咱明塔塔，金金金，光光光的力，要引，安尼咱才行会出来啦，咱的原点。咱的元神修诸啊，这就是咱在世间的助力点，重一只，啊，这只有一心一体的呀。转来天元本性，修咱通天是清净，元天有妙的灵气，这是行回通灵，咱的脑神颠簸，记忆存在。上苍的天地只有放空，咱的无形这个极光而已，这是天意的极点嘛，这就是天尖嘛，山尖嘛，咱人的脑神上界尖之位啊，无比这个较悬的，无比这个较顺这个天的，咱所接受的信号，都着真愿。一点气，咱爱传电啊，见表，这是咱的灵魂灵性。咱人世间只有靠卫星嘛，所接的信号嘛，伫这个平台嘛，伫这粒星伊咧转度嘛，这是元天的灵气。不命星，你落着正法正神呐，派你在世间。穿入清净，这个电波，这个精神，在咱大海中浮啊！啊，这就是定神啊，这就是定心啊，定海这个剑啊！啊，你才测得出咱现主席所讲的话啊，超越咱人，他确定这电波啊，诸天会当爬起来，这种灵性，这种元能啊，这是咱的能源。是我们现主席在学的，在给我们看的，但是我们人真巧、哦、所有他就随都学会成，我就是以我们现主席这个人心，你人去有这个身躯嘛，有这个太平年嘛，有这个南山宝洲嘛，圣仙活佛住在这嘛，我们叫做蓬莱仙岛嘛，是咱这个天性，众神所教，咱来做机生啦，学生就对啦。世间讲的做文生啦，有的讲的做文道啦，有的讲的做弟子。仙道是清法界，咱要学的是老母伊的机生啦，爱会讲会唱会弹会做，这才是本因啦。
你若淡薄的有无，是土屎安尼尔啦。母娘已经甲咱讲甲遮尼明，咱爱是怎啊？你这个气，这点先一抓，一抓，你才有怎啊？这个面，所以讲咱是电线面，承咱的前面。面面俱到，这就是记住咱在世间看的区域啦。真缘是天意，今日看伊要知影讲这个起头甲中间呐、啊，甲中有无？啊，这个根呐、啊、是明根还是昏根呐、啊？啊，这就是咱的主帅啊。有诶讲话做主任委员呐、啊，有诶讲话做理事长啊。啊，看伊所有带领的能力啊，引导咱所有的这干部甲成员啊，安尼这团体才会当对天有一个交代。嗯，是咱这个天理，是咱掠定世间这个用意啦。出行就是这个啊，这才是咱的全部啊。今日敢若学片面的好无？啊，就你敢若文会晓？吼、哦，阿母会袂晓，你干那内业会晓，阿、啊、外业有无？外母会袂晓。今日咱讲要勤修啊，吼、哦，灵会珍贵啊，啊，这才是灵宝啊，大天尊啊，嘿，是咱真尊贵，是咱即尊的神，自然会当采先天的本能，来射出着咱的能光。这个理则是无穷力啦，真源本意的天界，落得正法这个自在，我爱是清体，咱的灵性化为金宝啊，落定。做人你这个感觉，你才会当入真啊。虽然是无形体、无物件，但是有这个气流啊。有这个心的自在啊，啊，这才是咱清楚一世人，咱入伫家己这条灵性啊，可靠咱的顺无啊，这是源头啊，这是源动的力量啊，唔是咱个人的意识力啦，唔是咱个人的体力有限。咱是大言大母啊！这个天大所生的力量，这个天波超越咱人所捌的气候。真源本意是天界，显露青天是自在。个人你的要点，你若收集到这个门户，啊，这就是咱的门神徛掉了。咱所有的庙是中门神嘛，咱每一个家伙嘛中门神嘛，是咱一点灵性，一世人咱咧讲的顺定啦。一个国家重要的是外交官嘛，外交官爱住伫外国嘛，你派去倒国，你就是一国住伫遮嘛，咧处理国务。啊，甲咱即马哩大一国的外务嘛，会当互相交流嘛，是咱这个天地，是咱转接着正天落相，真源本意是天性，开悟转正是内神嘛，啊，今日内神就是甲君神迄个神中神同款啦。是咱一条青天的灵气，掠定这世人，咱的心性恢复青天母娘心，转入开元一点气，灵魂有无现世心，转咱顺家落定，这是青天的灵气，在世间咱的本源心。你有一条灵源的灵性，
咱再来讲顺家这个天神，一点为主是天意，派咱回灵是上天。这条清澈的天界，是咱脑海中这个灵性，一世人咱的清净。清净就无杂事，你嘛免上班，你嘛免乌白想。为着顶啊，咱的爸母阿公；为着下面，咱的囝儿孙啊。因为你心都拢清啊，你亲像原来金母啊，这个心，这就是咱咧讲的天理啦。咱人拢是这个意识型的搞怪啊，你心在当。想出的种种啊，这杂乱啊！迄个嘛来逼我，这个嘛来干扰我，咱的六根，咱的六色，这拢是咱个人啊。你行到什么程度，这个物件就来跟干扰这条路啦。所以人生的路歹行，咱人会老啊，会退啊，无亲像你壮年的时阵。想要做啥，你力量有够啊！这就是人生的苦，无法度去讲啦。自然甲遮，你就有这种物件来发生啦。天生的嘛，地设的嘛，咱人就是爱照天地的这个规矩嘛，离袂开啦。互你加活无数十年啦，这就是咱讲趁着咱即马会当活动。啊，有诶，神经线，你了啊，叮当诶，就作作叫啊。腰嘛安尼，脚你若有酸，你就知啊，哦。小可，咱即马即个脚目，若红红诶时阵有无？你若无紧啉茶，啊是紧食药酸药啊有无？你叫发作起来，若安尼病掉了有无？你脚就袂叮当啊。了啊，叮当诶，你神经就作作叫啊。较早阮老爸嘛，我嘛捌安尼发生啊。这个事实我才会当讲起来这么严重啊，这么痛啊。凡事拢爱家己经验过来啦，听人讲的未标准啦，敢自己听的尔，听有大听，有真正听，有这个咱即卖咧讲的土地脑腔，你嘛要装入去听。咱南川下面啊，有一个过去跳多摆，弄掉啊。二三十年啊，伊假期啊，即卖若歹天落雨有无，都痛到微微肿，安尼无法度去控制。两阿母咱咧哭啊，翁咧疼，某嘛疼，咱咧哭啊。人生安尼有艰苦无？是你无去拄着，但是是压未到，毋是无去拄着啊。母娘就是要提早甲你讲，提早预防啊。哦，提早你来，这种痛苦，这种病魔，来咧甲你高高甜，来咧甲你黏掉咧，敢亲像黏铁咧，敢若亲像蜘蛛网咧，是咱这个人生，世间活咧，是咱家己爱拍算。无病的时阵，你爱行头前，你爱先去家做头前。安尼，你所有的病啊，再了完啦。等下十方拢牵我来啊，你就无法度脱离你这个病魔啦。晴天有落是天理，转落清界是灵气嘛。今嘛要修持的人，要修行的人真少嘛。安尼讲，超越咱过去所有的逻辑嘛。现主是手机也方便嘛。即囡仔，大家拢读遐文字有无？啊，大家拢手机啊，念来念去，传来传去有无？学无世间的物件，大家拢平摊。囡仔转来就拢揪伫个眠床，无法度替咱厝内底负担啦。包括衫裤，人嘛爱甲穿好，食嘛爱穿好。较早我七八岁啊，我都爱担水煮饭啊。还佫带阮小妹差我四岁，佫出来去大家溪啊，遐看阮爸母有无？
正土豆、正安吉、正阳吉，伫个草料啊遐，要行新村啊，行等即马讲，迄、那个村农啊，因，即、這个外家厝，迄、那个迄条新村啊路无，迄种山啊，透中道，你无法度去行，行三步，你脚就挡袂牢啊，爱看有迄草坡、草墩啊有无？你徛喺草啊有无？啊，再佫用走的，行较紧。是咱一点灵气啦，要来讲咱一世人的体会，这种苦的味啦，味有淡薄仔味，人咧讲食清的，有较重的味，食较粗的，心境所化啦，嘴口的物件食的喔，会饱安就好啊啦，莫去即个软有无，想要撑骨头啦，过去所有的佛的。所有的有寺庙做火的就出家啦，你分散就吃啥呀？那我都和你讲讲，哎呦，啊你主持就吃较好啊，大家平分，安尼才会当大永远啦。若有官家就有清分啦，有私利就变形啦。真理是天发性，开悟是定天性。顺着稳定这个天界，心中有原体顺心，真源是天意，母娘教咱是平安，就是平常安心安康嘛。这才是咱脱离着世间的四生六道，这是甲咱念几啊世啊。今咱就了解道理，今某啊，你甲咱讲，即个心，咱一定爱规圆规平，四方你拢爱平平，你中土啊，你才有法度做。今咱所有的这个国家是中伫中央，咱平凡是中央，中伫咱即卖咧讲的北京，咱台湾是中央伫台北。总统府嘛，这是咱清楚的天性啦。顺着这条天元的灵性，四方在台东、台南、高雄，咱所谓桃园，你若拢安定，咱这些人若拢有法度食，政府你阁会当做公正，拨咱连主席所有的建设，安尼。中央就好做啊，所以讲这个无忌阳土甲阴土，这就是咱咧讲的，你会当做主的。今咱要修是修这个中土啊，咱人四季要交季的时阵，春天要交夏天，就搁一粒土啊；夏天要交秋天，搁一粒土啊。唔再讲你的命格，若有三粒土无，就食得啦。四条八字嘛，你若拢四个土无，足好诶，是咱一点灵气啦。有诶讲啊，你土哪土诶？夜景你毋知影，四条八字你都毋知影。今日你去地庙遐见无日，无就是土啊。今日咱有讲无主因神五行术。这是两个月，你就论一个主啊，一个因啊。啊，你就人讲见无去，见无去，你都唔知影什么无，这一平等有啦。天干配地支，是咱一点灵气。咱再来讲顺家这个天庙，啊，只有玻璃这个地庙啊，伊会当出泉伫高空啊，伊会当叫八卦，洗净着你的内卦。虽然是外挂啦，虽然是用水啦，但是地庙，伊是用伊的地气，用着伊的灵脉出泉，咧洗你这条灵体啊，意义是真哩深啦。啊，咱看无啊，咱嘛是共款，伫咧跋山的背是咧跋山，变啊啰嗦啊。神
有神的作用嘛。咱的人都爱讲看这季嘛，看现实的嘛。有诶较啰嗦诶，若要去许松书无，伊现一个日子咧，看这个时辰。修行诶，你都无咧插这啊啦。你啊看有诶有无？就来遮万破草铺羊啦，啊地跌啊青啦有无？放屁就去痛苦。今仔日咱诶心呐念嘛，你真正哦，即个中气好生啊，好发泄啊，外气啊，即个歹毋敢来啦。是咱逐天拢伫狮子座遮咧讲经嘛，狮子是万兽之王嘛，其他遮野兽哪敢活？啊，这就是咱的尊严尊卑啊！别人讲的一大堆，吼吼，尤其是半当仔啊，你万哪唔捌的，足好写，足好讲的。但是咱这是为实在经的啊。咱做的比讲的较多，尽管这个天意，自然建筑啊，自然经营的啊，你的成就你家己知啦，唔免别人来甲咱担心啦。啊，你嘛免担心甲别人，别人的成就，这个成绩，这个分数甲咱无关系啦。伊好的袂分咱啦，歹的咱只有甲秃头。咱嘛无法度伫身伊诶身边行来行去啦，该知东知西有无？年久月深，伊就讨厌。爱若学比你搁较成就咧，反倒下狗。人气真济啦，所以讲心有无是无限诶。哦，个人去拍拼啦，个人去找路啦，这支针你也家己去切，现主席诶度数啦。咱人体温啊是烧好个啊，流是冷血个啊，所以讲咱是热死个，36度、37度，这是上拄啊好个。这个针就是咧甲你讲啊，海平面，你若照着这个海平面，啊，你这个海哦，都袂海重啊，都袂超越来海岸伤人啊。像日本迄阵有无？海一起，咱所有的这个海面有无？你走未去呀？这个意外就是安尼啦，灾劫就是安尼啦，害人就是安尼啦，救人就是倒转来，反倒转来啦。真理是天界，母娘伊未害囝啊。今仔日我代言母娘的话，我敢会害我家己吗？所以我是先饲了。有这个真正的尊君，有真正的实力，我才请杨书记讲，你有缘有无？大家来分享，无其他嘛，其他你有道理有无？啊，这就私心嘛。其他我拢公公明明正正正，无爱恁半项啊。有缘就来结啦，这个良缘嘛。无缘，大家就散啊。当作我是伫遮咧爱咧背尔尔嘛，是咱这个原因啦、啊，哈，咱所有讲的，大家会当伫遮收捌啦。天路是真相，顺格是天命嘛。你若这个品种，你若这个品类啊，咱就学成嘛，大家会当做伙嘛。啊，你毋是这个料。啊！你著另外找你迄粒种的类嘛，种类嘛，这就是安尼尔尔，唔使讲，即嘛都做，每一个所在拢设教，咧教育咱的人心，教育咱现主持的机智行为，啊，这是咱人爱去经过的嘛，咱人爱去尝试的嘛，你才有这个知识见识嘛，是咱用着这点灵气。要传到咱的内定，家己世间只有信而得永生，信咱家己的信念啦，你考出来这个品格啦，啊，这是条件。母牛在讲一条一条的理，就是含在内底啊，一件一件合作条件，逐天你都要安尼练啦，
唔再讲，咱即下不生木子有无？足济足济，我都无法度去讲啊。母牛就是爱安尼练啊，你拄到什么场面，你都爱落去饲啊。像讲有人来有无？啊，爱讲爱传，只要别人甲我讲呢，好讲。伫后壁，我就无适当的所在啊。我讲，若袂，咱来不听较静。咱的团就是你甲我尔尔，来才较静啊。啊，遐几十个你要哪团？所以讲，有诶师姐，伊就跟他讲，我想要讲尔尔，啊，要甲你对。你爱看场所啊，你袂当讲伫干吗店拄着，我嘛要讲。这就是修行人你的念头啊，你爱看场所啊。菜市啊，你伫肉店嘛要讲倒啊，无符合规矩嘛，无符合场面嘛。所以修炼一定要有内识啊。今仔要甲你谈，虽然是高空无看啦，但是这个灵，伊是有感应的，伊是有气场的，伊是有磁性的。伊是有先天老母啊，这个性，咱有世间这个精慧，这才是念体呀，吼、哦！咱人就是加这个觉性就是念体呀。你爱知影这个所在的用意呀？唔则讲有诶有无？经书有无？就佛祖所写诶就对啦。伊无要你客伫房间，翁啊某有无？迄无礼貌嘛！过去我上界尊重的李瑞丽老师，伊讲甲到就做甲到，若做无到，学生你怎举棍啊、棒子、甲铅，伊会不听顶官啊，就无爱用做房间啊。会当刻迄个咱所谓经册啊，甲册尔尔，啊若无伊就画一个圆箍，无爱用伫顶面搭。尊敬就尊敬，甲迄个心啊。迄、那个头壳顶啊，有诶讲，啊你即摆若做讲顶面有无？有囝儿是坐伫遐，翁仔某做房间有无？上到头壳顶，伫遐做搞怪啊！从过去诶人讲，我甲你上到头壳顶啊，伫遐咧养鱼啊，这就是真正咱诶鼓励啊！咱一个人诶虔诚、诶志诚有无？是咱家己去做诶啊！天下间也无甲你讲安怎做，但是咱头壳顶就无用爬起来放西放尿都对啦。这就是咱要讲的清气相，甲无清气相。显露是真法界，啊，即嘛都一层一层，一楼一楼哦，无关系啊。即嘛是咧讲高档的啦，咱家己会当拍算的啦，是咱。道理有无？有正管啊！无人会甲你找到啊！一楼一楼是要安怎有无？所以讲，这就是咱要讲破世间的道理。咱真正是家己去尊重咱所有的祖先，这种灵感，这种慧根，显露是正决心，开源是真意。啊！咱见着家己。这个心是你平常时所有的练习，所有的定法，所以咱来探伫活的这个时阵，你会震动这个时阵，你震动脑毛病甲你卡咧有无？你敢那听都袂赴啊！你塞来塞去有无？无顺着你的心有无？你的忧郁、你的躁郁有无？你的脾气呀、啊，无法控制。从咱来当，即马控制一条，咱来管制，咱来甲调教，咱来甲整理。顺甲母牛即种真柔，即种拍算会坚定，处变不惊啊！安怎变化有无？你即个病情，你若拢做好啊，有无？完成这处就少啊，你的艰苦负担有无？就无啊，承担是这啦。不是你吃来赌的啦，是你爱实实在在去赌的啦。这叫做形象，返本归元。真理是天界，
落伫青天自在，灵源有咱现实性，转落自在现安定。无形上，这个天意生出着咱的灵见天，这是直传直生。咱爱是先做嘛，上做嘛，你会当爬起台仔顶遮嘛，看大家所有的直接静听嘛，哦，谛听就是静听嘛，聆听就是注意听嘛，这就是咱要讲的天元本性。咱的心嘛，这么安静，显露是顺天心，教咱自在，这才是咱的幼调的。今日要学的是又过又，安尼才有法度管咱家己的神经系统。咱内底这细胞，你咧解搞怪神经线，是咱一世人要过瘾啦。安尼你才袂伫遮瘾三哥啦。是咱一条先天的灵性，你要过瘾，一定爱天地理，一定咱人的祖师爷，甲咱平常时在心，你会当配合伊啊。所以讲，有即卖咧讲讲，啊，你是什么条件？我讲我代言母娘咧讲的话，我直接召开台圣王，召母娘啊，恁来形形色色的心态。各种的人有羞耻无羞耻的，有爱食有爱啉的，有要来问道理的，我会当照母娘直接应付，互伊真正会当配合倒转去，无艰苦。二五年啊呢，毋是一工两工呢，哦，恁咧做一年当做三千尔尔，啊，正月初九天公说，七月半这个地官来甲恁下罪。十月十五，兴势水管甲咱消散。我安尼就是讲，三工啊，抓鱼啊，三工捕网啊。咱咧讲讲一年冬啊，你所有话讲个就讲三百，这个五十五工拢伫遐咧拍网啊。三七就是安尼啊。啊，你咧讲个就讲年资尔尔，你咧讲个就讲咱即卖讲。老孙这顾问而已，啊，这就是浑水摸鱼而已。修行不是在讲年初的啦，啊嘛不是你看册看死册啊，一种执着性啊。我吃菜就好啊，好胜过恁所有的修持乱吃。你若有禁忌啊，像我禁忌啊，一礼拜啊，只有吃水尔，有诶搁吃果呢。我唔是禁一摆呢。我还搁暗时两课，搁伫遐讲课呢，一日讲六课，搁训练呢。这种损磨无，我到第四天我就骨折啊。我若圆满即课无，即天啊，我若圆满，我就要食乌巴胺啊。我就袂亲像讲，遮个人有无，色加多地有无，神圣不朽就是安尼啊。食比老爸搁较。搁较清较素啊！啊，到尾啊，地府等伊尔尔。人啊，是这个性，是这个心啊。嘴口物件，你食会饱闲，先顾腹肚，再顾佛祖啦。啊，哪有先顾佛祖，你再顾腹肚？你无命，要哪哪要收你的气？人啊，你要智慧嘛，是咱即卖咧讲的嘛。今日我若无顾巴肚，我就无这个气力啦，我就无法度代表母娘的天性啊。是咱一点灵气，伴咱这条清楚的心理啦，恢复则是正天书，开源是天意，天地所设的，唔是咱人所设的为准啦，是咱爱顺着母娘啊，母娘啊，这个大自然。咱伫遮生，生爱快乐，咱才有这个安乐。以后咱才有这个极乐，乐中啊，咱才会当爽快，咱会永永远远这个大空间。